喜跟马克要分手吗？据美国八卦杂志《国家询问者》报道，切尔西·克林顿跟马克·梅兹文斯基闹离婚。据说夫妻俩吵架之后，马克辞掉了他华尔街的工作，跑到怀俄明州滑雪。亲朋好友都否认两人婚姻有问题。但《国家询问者》报道，切尔西想生孩子，因而跟马克吵架。事实上，上周在瑞士达沃斯，克林顿说他希望当外公。他说希拉蕊想当外婆多过想当总统。如果宝贝女儿切尔西真的离婚，克林顿铁定很生气。切尔西和马克去年夏天的梦幻婚礼花费高达$5,000,000。现在婚姻出了问题，切尔西会被夸是个坚强有韧性的女人，还是会被讥讽步她母亲的后尘，掉入爱情陷阱呢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